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开辟马道之事刻不容缓，负责迁移石像的御像人差不多也该到了。全身无力，好难受啊。多指教。指教。这可没这么简单，万事都
三匹马刀之势刻不容缓，我昨天一时间余下赶快遣人来应，差不多也该到了。哎，好难受啊！我说的是真的。如果可以，可恶，有那女人在。啊，那是什么？好可爱。嗯，呼噜，有点怕生。不好意思，在下昨日可能在此遗落一块玉石，不知是否有人拾得。没有啊。小哥昨晚在喜字房待了一整夜，怎么不直接上去找呢？不是这样，在下不敢冒犯望叔姑娘。小兄弟今早一走，叔叔姑娘就神色黯然地出去了呢。我以过来人的身份提醒你，惹姑娘生气已经很麻烦了，更何况还被危险的人物盯上了。银川，你跟他说了什么悄悄话？也告诉人家呢。小飞香，心雨突然好困啊。银川，多谢。方才一路行来，确实有些不对劲，究竟……飞星，是望舒姐姐，果然是她。细雨，不如我们去问问望舒姑娘有没有拾到吧。不要失天哦，保证你拥有蒙牛的蛮力和脚速。要是镇压不住。如果可以，我们竟然就是这么走。看我这招，红的。负责迁移石像的玉像人，全身无力，好难受啊！我说的是真的。来，多吃些，快点。月魂伞，我要的月魂伞。为师规矩你是明白的，我要的树木先拿出来。听说镇上你可听说？
舒姑娘刚才神色有些……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杀人勾当我是不干的，可要是拒绝他们，弟弟的下落……哎呦，我真是疯了！对着鸡说话做什么？小飞象，找到二叔姐姐啦！啊，你……汪叔姑娘，请问你有没有捡到？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捡到。你要是不想死，就别再跟着我，离我离得越远越好。哎，汪叔姑娘怎么了？还是追上问清楚吧。不过，汪叔姑娘好像很不愿意看见我。昨晚，哎，都是我的错。我说你整天游手好闲。那汪叔姐姐呀？方才明明是往这个方向。哎呀，细雨，我们再回镇内找找。我这不就在算神医下？汪叔姑娘应该还在镇内，再找找看。啊，你别老管我。三尾异兽当真在你家出现过？汪叔姑娘，这份红绸你真的可以接下吗？那当然，我烈影惊鸿汪叔可没有办不到的事。汪，你这呆子怎么还来？他们，可恶，我不管你了，你若再不离开小镇，后果自负。汪叔姐姐，汪叔姑娘，糟了，真的能抓到那只好像真的在生气三尾异兽吗？只是他为什么要我离开小镇？如果可以，阿父，这里有好多。险峻易守难攻，汉军想拿下此。记得幼时，我曾在山里迷了路，是一只通人语的狼指引我回到镇上。那是山里的神灵所化，神灵是真的存在的。近年国主大力投出经费在军备上，已不再大兴祭典。
如今还毁坏神像，如此轻蔑神灵，真令人心痛。迁移事情的预想差不多是该到了吧。来啊，来多吃些。呵，看我这招。不是，弟弟的下落。可是，难道真要放弃这个能追查当年真相的筹码？烦死了！小飞象，原来王叔姐姐真的捡到你的玉石啦！你们什么都没看到，小妹妹，算我求你们。你们快离开小镇吧。小飞象，望舒姐姐为什么一直要我们离开小镇呢？望舒姑娘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？是我叔姑娘。
各自准备，别惊动他。我相信他应该不够划算。是你也想的，一副穷酸样。我给你情报。总之，我是不会替你们杀人的，这是我望舒的行事原则。那么，你就休想知道你弟弟的下落。若我用此物交换呢？啊，你倒是带来了好东西。望舒姑娘，你果真在这里？你怎么会进来此地？既然你不愿意下手，我们只好另想他法。你好卑鄙！今天玉石和指环我都要定了。望舒姑娘，这里交给我，你快带着细雨离开。你这呆子，就凭你一个人，哪能抵挡整个黑市啊？猎鹰惊鸿，奉劝你们将东西乖乖交出，否则要想走出这地方，就难了。你们若想抢夺指环，就冲我一人而来，请让望舒姑娘先行离去。这些人的身手倒是矫健，一时竟难以近身。你怎么还一副轻松模样？他们可都是被挑选过的极恶之徒。望舒姑娘别急，方才在下只是略作试探，稍后还请姑娘与我集中攻击，必可破出一条道路。必须阻止。指教，猎鹰惊鸿，不想知道弟弟的下落了吗？想，但这是你们逼我的，我不会认输的。得罪了。撤！
快撤，东西全都给我包起来，快！小飞星，他们拉了好多亮晶晶的东西。怎么样？你的方法当真不错。既如此，不如擒住首领灰鸠，胜算更高。哼，就照望舒姑娘的意思。飞行，王叔姐姐又跑走了。王叔姑娘，等一等。